一直以來都要求個政府，你要將本香港嘅香港人內地配偶同雙非嗰啲孕婦分兩條隊，佢唔係，佢統一一刀切就叫做非本地孕婦，即係你娶個大陸老婆，你老婆係大陸人，佢要喺香港生仔 ，no， 因為佢要同雙非同一條隊。喂，舊陣時嗰、那個醫院未爆，未即係未好似出現而家就嚟冧嘅情況嘅時候咧，香港人娶大陸老婆去公立醫院生仔唔使錢嘅。好啦，諗起人多啦，俾嗰啲雙非拖累啦，收錢，收39,000-40,000+，而家收錢都冇位，因為嗰啲雙非同單非同一條隊啊嘛。咁跟住就累埋本地孕婦咯，即係你香港人，老公老婆都是香港人，你個老婆要生仔都受佢拖累喎，明唔明啊？好啦，大家咪將個責任推曬落去雙非啦，跟住就推曬落啲大陸人咯，係咪？呢個政府造成嘅，講下道理咯，我希望各位朋友，係咪？好啦，佢衝慣衝急症室，喂，即係有頭髮邊個想做辣痢啊，大佬？仲有啲私家醫院，佢係見錢眼開。你嗰啲大陸有環境好，即係大把錢嗰啲人，咁個老婆嚟香港生仔，20,000生個仔，佢俾得起，你俾唔俾到啊？香港人，譬如啲中產階級，揾幾皮一個月嘅，咁啊諗住個老婆生仔，唉，唔好去公立醫院同人爭位啦，我去私家醫院生啦，俾20,000等個老婆住多一晚產房，舒服啲係嘛？個個都係咁諗嘅啦，即係我三個仔都喺私家醫院嘅出世嘅，費事去公立醫院爭。喂，我哋長時期係香港0.5%納税最多嘅人，納標準稅率嘅，即係15%、16% 嘅，即係我揾100,000就俾咗16,000税㗎啦，知唔知啊？我啊，我哋都唔用公立醫院，因為自己俾得起。得唔得？甚至乎我哋睇醫生，我哋有保險，我都唔會去公立醫院。但係啲窮人、啲普羅大眾，我唔去公立醫院裏邊啊！是不是又有藥物名冊，咁梗有啲藥冇得食嘅。你患咗絕症，你等死啦！大家嚟試講，啲老人家，因為嗰啲藥10,000一劑，你俾唔俾得起啊？咁你還掂10,000劑，不如瓜老襯好過啦，係咪啊？咁樣嘅阿哥，個資源分配有問題啊！仲有唔講你唔知，我最近咧出一本叫《民主黨賣港實錄》，結果發現咧，民主黨除咗支持政改，都支持領匯上市啊，係咪？社工一筆過撥款啊，仲有最近發現原來佢支持藥物名冊嘅當年，哇！真係呢班咁嘅契弟係嘛？開口民口埋口為民請命係嘛？為人民服務民主係嘛？佢支持嘅呢啲係我哋而家嘅政府有20,000+嘅儲備。交通津貼都要入息審查，算唔算契弟呢？你話夠陣時一啲偏遠地區嗰啲人，你薪水6,500留下嘅，我就俾几百元交通津貼你，唔使審查。而家曾蔭權話黃恩大赦，全香港18區都有交通津貼，要低收入嘅人，不過要家庭入息審查，你一家幾口報你屋企有幾多身家，唔加產先俾几百元你。喂，呢套政策就係咩啊？原本攞開400元嗰啲都冇埋啦嘛，你明唔明啊？因為你要入息審查就，仲係以家庭做單位，不是以個人做單位。介紹好簡單，總之你嘅收入低過6,500元，我就每個月俾400元你交通津貼，係咪好簡單啊？而家唔係喎，一家兩口三口報上去個入息審查，入息上限兩個人一定要超過10,000元、12,000元。喂，大佬啊，老豆同仔啊个谂法都唔同噶嘛，我点可以俾我老豆知道我搵几钱一个月啦、啊？唔讲你又唔知，系咪？明明可以做得到嘅，做得妥当啲嘅，佢又唔做，佢系都要左扭右扭，搞到你周身痕为止。最近我哋有个个案就南新村嗰啲健康中心，你要入咗会先至做身体检查，有身体检查你先至可以去睇医生。啲老人家，哇，大佬，
要排三年都入唔到會喎、啊，即係三年都入唔到會，即係我三年都唔使驗身。咁我有 cancer 我都唔知啦，到我知有 cancer 嘅時候，就你準備收工。嗱，呢啲嘢好多人都唔知嘅喎、啊，我哋日日接觸呢啲個案嘅，唔係淨喺度鬧人嘅，阿叔。即係我哋落嚟咧，就其實想話俾大家聽，我哋過去做過啲乜，係嘛？嗰啲對我哋有偏見嘅人，或者我哋喺度講嘢喺後面喺度鬧我哋嘅人，係嘛？我哋係唔會試圖去說服佢，都冇必要。我哋做自己認為啱嘅嘢，係嘛？我哋作為一個即係民選嘅議員，係由人民一人一票選舉，然後攞到議席入去議會嘅人，我哋就一定係要反映民意，係嘛？就算你冇投票俾我，我都要反映你嘅意見，一樣嘅啫，係嘛？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有啲咩問題，可以隨時嚟我哋辦事處。深水埗我有兩個辦事處嘅，一個喺荔枝窩村，一個就喺元洲村，紅磡。有一個辦事處，我所有辦事處都是在屋邨。我們服務的對象就是基層的市民，有錢佬我們不用取悅他，中產階級我們都沒有必要去取悅他，是不是？我們的立場是很清楚的、啊、所以希望大家有什麼問題隨時來找我們，我敢在這裡叫你支持我，你支持你自己就得噶啦，系咪？最紧要支持你自己，可以有个生存空间，分清楚咩叫是非，系嘛？边啲系好人，边啲系坏人，睁两个眼睛睇清楚，唔好人讲你又讲。我讲嘢就直不甩嘅，我又唔会转弯抹角嘅，我又唔需要去同大家讲一啲你好中意听嘅嘢，系咪？做得到我哋就做。做不到我就告訴你做不到，我們每一天都收到很多個案，不是單單都做到的，但是做不到我都告訴你，好像你有叔動之拐杖在這裡兩了我兩年了，是不是？但是他都一直來找我們的，雖然幫他不到，嗲一下都好，安慰一下他都好，因為他的 case 複雜都沒人有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們是不會拒絕任何人，是吧？只要你走入我这个门口，是吧？我这里有卡片在这里，所有办事处电话有，你随时打电话给我们都可以的。OK？ 所以今天呢来到这里，主要就跟大家即是倾下偈，打下气。我刚才播的那些片呢，我的同事整的，其实我在立法会呢很多发言的。啲后生仔上网那些呢，就个个看过我立法会讲嘢的了。OK？ 因为他们上网有得看。我们的长者没有上网。我哋而家咪周街播咯，等你睇下我哋喺立法會做咗啲咩，係嘛？咁希望大家咧多啲俾意見我哋啊！咁我哋辦事處咧啲職員咧都係啲年青人嚟嘅嚇。咁啊嗱，呢幾個都係㗎啦，錢偉樂嗱嗰個肥仔咧就係你有村嘅，係嘛？熟口熟面㗎啦，大家都係嘛？我哋呢班後生仔咧都係好努力，希望可以幫到我哋啲街坊啊做下嘢。大家有啲咩隨時可以揾佢哋，唔需要怕麻煩，好嘛？多謝大家。Why are you